鸡胸肉不吃了，怪怪的，开始挑了。好啦，跟大家说拜拜吧。不要。还不要，录很久了，录六分钟了。对。说拜拜。还有20分钟。稀饭里面有什么？蛤蟆、鸡腿跟蛤蟆，对。可是它很烫。对呀、啊。要等一下再吃。好，吹吹哦。嗯。烫吗？好啊，那搞来吃啊。嗯。吹吹，嗯。你要吃了吗？还没有，我很怕，我也怕烫。你不能吃。怎么啦？我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什么东西？你烫吗？没有。应该不会烫。不会。鸡胸肉不吃了，怪怪的，开始挑了。好啦，跟大家说拜拜吧。不要。还不要，录很久了，录六分钟了。对。我说拜拜。还有20分钟。20分钟太久了啦，妈妈也要吃饭呢。嗯。OK。还没好。OK， 你继续吃你的稀饭。拜拜 ，peace 拜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